life, every day, late at night, not okay. All I want, and I pray, all I need are some better days.我是 Serena， 那今天呢，我们呢，要去开去 Sacramento， 然后呢，去我朋友的一个 holiday party， 一个小小的 party 这样子。从 San Jose 开车到 Sacramento 的话，大概需要2个小时。然后下午的话，我们约了泰的妹妹去吃一个饭，然后我们选择了一家就是中东菜、波斯菜，它的名字呢叫做 Maidon。然后我觉得这家餐厅真的还蛮好吃的，我很推荐。我自己的话点了一个叫做 Taste of Maidon 的一个鸡肉的一个饭，然后我觉得那个鸡肉好软，好 juicy。然后有一点就是烤的那种香味，就是非常的推荐。就在 Sacramento 的 Midtown 呢，就逛了一下，其实那里呢还是蛮多不同的商店还有餐厅的。哦，袜子吗？那可能是个袜子。那可这个是 Classic America， 你的是那个叫 Hokkien。 I don't know how to, it has different spices. Oh, I see. Cinnamon, vanilla beans. Cinnamon, vanilla.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一家就是叫做什么 Ginger Elizabeth， 然后它是专门就是卖巧克力还有这个 hot chocolate， 然后还蛮 popular 的，就是外面都好多人排队，我试试看哦。那个 marshmallow 好好吃，还蛮香的。晚上呢，我们就去了朋友家，然后开这个 Christmas party， 然后这个是以 potluck 的形式，然后每个人就带各自不同的吃的，然后超丰富的，然后有芝士拼盘，然后有牛排、寿司，然后炸鸡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甜点，这样子就是非常的丰盛。Thank you.
cucumber 还有那个 dry mint 在里面，然后配上这个叫 pita bread， pita 是什么饼呢？就是这种饼，装出来的饼，所以是巴基斯坦的餐，感觉好好吃。哇，这个饼好软好香哦，它这个是 butter 吗？然后我加一些 yogurt。看起来会很好吃的样子，我先吃一下。这个饼好软，这个比较酸一点，那个 yogurt。这个是我们点的这个 combination， 然后有三种不同的肉，然后中间的是鸡肉，然后 filet mignon， 哪个是 filet mignon？ 这一排哦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就是 sirloin， 把绞碎，然后再揉成像肉丸的那种。肉丸的那种牛肉。哇哦！先拿块鸡，呵呵呵呵。啊，鸡好嫩，好好吃。很嫩呢。好像刚才宰的一样，好吃。所以才要等那么久啊。对。这个鸡油超好吃的，很滑很滑，又香又滑，就是有烤过的味道，然后里面超滑的，不干，一点都不干。然后我为什么会那么好吃？我不知道他们这边腌过。不知道他们是不是，就是他们是用那种烤串的方式烤，说不定只有烤东西比较好吃。真的好好吃，这个鸡肉。牛肉呢，就相对比较干一点。然后可是还是有烤的味道的，然后我会喜欢如果比较干的话配优格，然后一起吃会比较湿润一点点。那个蛤蟆七下巴已经卖完了，或者是反正就今天没有那么肥。最近都在吃三文，可是三文是一个好吃的东西。三文是我觉得煮完比较好吃的。是什么？就是通 mesh， 基本上就是肥肉饭啊。对，可是它分量，哪怕这样才23块钱，这够两三人吃没问题。好吧，那你装来看看，好肥、啊。你觉得不够两三人吃？啊，不，对对对，够。这个要放旁边。感觉有压力。没有，这个带回家微波加热后超好吃。它应该有一颗蛋，可是我不知道在哪。
Yeah, here. 点了个红豆，终于吃到了想了很久的 meatball。我好喜欢吃 IKEA 的 meatball， 我觉得它的 mush tomato 跟那个这个叫什么 sauce， 那个 cranberry sauce 好 match 哦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个 salmon。这样子，这个好像7.99块，现在是对加四颗的话8块，就加四颗加1块钱，加四颗加1块钱啊，开心。然后这是外面的，今天又下雨了。今天漂亮，你今天要干嘛啊？今天去蹭饭吃。